小龙有消息了吗？啊？没有，我让他不和咱们联系了。你啥意思？啊？你到底是啥意思？你都是说呀你。 我这几天，我就想来想去，我觉着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一个人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你说我在外面每天这么折腾，就为这口气，最后终于把自己给折腾成绝路了。没想到这老了，老了。 你千万要想得开，听见没有？啊！不管怎么着，咱们都得活下去，明白吗？咱还有小龙呢。小龙是咱家的独苗，又那么年轻，他不能解决，他要是进去的话，那这辈子就…… 想咋办？你说，没办法，只能是出去包租吧。明天我自首去，把所有事情都揽下来，把小龙给。 政府能把你怎么样啊？你说，啊？撒样，怕个三五年是没跑了。三五年？天哪！ 看着他们一个个是怎么完蛋的，你说你真是都啥时候了你还盼着人家完蛋呢？那你说咋整？那你说咋整？总得给自己找个活的理由吧。